我们今天呢开车12公里啊，去看一台车辆，或者呢是不是又要换车了，不一定，去看看，对比一下，因为想选择一个车辆啊，有准牵引的，车辆现在不多嘛，有几个车辆，大家看看我到底是去看什么车。总共它是分两个越野版和城市版，嗯，您看的是什么版越野？我要市区的呀。市区的，像越野版的话是分时四驱的。啊，城市的就两驱啦。城市版是适时四驱。啊，适时。就相当于那种智能四驱，自动鲜化，这个是手动鲜化的，它是有高速四驱。我是要有准牵引的。准牵引的是吧？啊，那都有的。你们现在公告都有准牵引？都有，阿凡达都有准牵引。然后那个信号线，那个怎么说这话的充电线，它另外要选装，只有这个有，越野版有，这个是只有这一款有，这里呢？哦，已经装好了是吧？这里，我看，哦，充对吧？钩子呢？哪一个？拖车钩呢？还要装上去啊？这个是充电的，拖车钩原厂配备赠送的，在这里。让我看，等一下。这个东西带公告，这个合法的。对对对，合法的，这个装上去就行了。对。啊，但是城市版就没有，城市版没有这个防风拖挂的这个充电器。这个就越野版有两个版本，那中配跟高配，只有高配才配这个。差多少钱？风车高配？差9000。哦，9000块钱，除了拖车钩自己装配，真皮座椅，啊，副驾驶电动调节，嗯，然后那个前叉副锁，嗯，然后三把锁，对，这个是三把锁。然后其他的话是一些智能配置啊，或者说这个就是顶配了，顶配就这台车，顶配什么价格？25,800。啊，22,000，落地大概24,000。现在有优惠吗？优惠的话，厂家是没有优惠。然后包括 N2智能驾驶辅助都有。8AT 的标配，全系都是8AT 的啊。对，先坐坐看啊。好的。那个准备还要拖挂防冲啊？对，各种模式的，这个是带那个。总共是9种地形驾驶模式，然后包括分有高速四驱跟低速四驱。哦，连屏的，哦，两块屏的，3.3英寸的。外面的，嗯，这个小时钟呢？对，小时钟。全系标配的是吧？高配。啊，高配。高配。显得那一点，空调的，嗯。对。包括新款升级的这个空调的实体按钮，嗯，这放钥匙吗？嗯，可以放钥匙。哦，行驶证。行驶证。放钥匙，我要进来放钥匙。对。嗯，它是带准牵引，准牵引是今年开始，23款，22款就没有。对，只有23款才有。老款也没法装，没法写上去，对吧？对对对对。而且老款还停售了，你们领了哈？老款早就停售。停售了，对吧？坦克每个月能卖多少台？好像销量还可以啊。那基本上算稳定的。嗯。上海这边就是比较稳定。嗯。外地的话还是卖的比较多的，平均一个月单店的话200多。因为它越野的需求比较大。嗯、对。我们上海它城市的道路多嘛，对吧？去越野的人有的是有的，就是要一般来说城市的用的。对，一般城市开的多一点。嗯、油耗呢，大概？城市开的话，不堵车情况下11个，堵车的话大概13个。嗯，插混啊、哦，有可能出插混。对，因为300、500有插混的是吧？500是 HiFi 啊，已经开始预售的36万。哦，500是3.0 T 哦，那个插混的就2.0 T 的，插混是2.0，不是插混就3.0了，对吧？对，3.0带48伏轻混。哦，那个是48伏，嗯，油耗就低，那个不过偏大了。我们就两个人，不那么大。300的话，在外面去，这样刚刚好。它踏板都是这种了，对，嗯、不带这金属亮条的，对吧？不带的，不带的，原厂就这样的。对，对。他选了之后，备胎也是5个都一样的了，等于说。嗯，对。不会给你这种的，对吧？不会。他是选装的话，5条他也想换的。1米9。有1米9吗？对。哦，所以架子算。对，加上行李架子。算一下，不算架子1米8。嗯。颜色呢？颜色的话有黑色、白色、灰色、橙色、红色，5个颜色。对，5种颜色。
然后好一点，卖的好一点的呢，黑色，还有灰色。嗯，对，比较大方一点。对，因为目前黑色来说是颜色大概。LED 打灯。对 ，LED 的。嗯。前置摄像头在这，稍微有一点点偏左。嗯。然后这有两根。好的，我把它行驶拿驾驶拿过来、试驾一下。行，好的，好的。它没有差速锁，城市版没有差速锁。对，没差速锁。对，城市版是没有差速锁了。我们往右边的哈。右边华夏西路一直走。对的，不是电动的，是吧？嗯，停车走。安静的还蛮安静，还可以。对，其实效果还是比较好。能好一点吧？差不多，其实越野版差不多的。就是市区的发动机啊变速箱都一样嘛，对吧？主要是那个四驱系统。对，走这个倒没问题了啊。可以的，对的。你要换十八寸要自己改了，越野版要改了。跟群里面人家兑换的概率不高，换得到换不到啊？换不到，你换还那你这个没有预定啊？没有这个，哪怕稍微贴一点都不能那个吗？选装吗？不行，选装不了，因为越野版的轮胎宽度跟这城市版宽度是不一样的。哦，轮宽也不一样。对，宽度不一样的，这个越野版轮胎要宽一点，这个要薄一点。十七寸、十八寸，过滤比较舒服的。试驾车呢是坦克三百的城市版，车辆尺寸不大，也比较好开，毕竟大部分用车还是铺装路面。试驾的话，越野的性能也没法测试。坦克三百的越野性能还是有口碑的，想去西藏、新疆走烂路，坦克三百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轴距短，转弯半径近。咱们驾驶室，因为它本来有越野的一个情况。现在如果买的话，我刹一车而已，人家我刹一脚啊。刹车距离还可以吧？就是那个比较线性，还可以。过坑的，你过坑你感觉到了？有的，但是颠的不是很厉害。水比较啊，比较那个没有什么鱼颤的，就比较还算比较干脆的。嗯，还可以。都是坑。现在买车的话需要等吗？要看你买什么颜色了。高配的，然后那个灰的那个水泥灰一样的。水泥灰我看。就是这个颜色。啊，就是这台。就我们试驾的这个颜色是吧？啊，然后其他颜色我们也看看你。可以加个微信吗？那座椅通风啊，能语音控制吗？可以的。喊什么呢？坦克。在呢。打开座椅通风。好的，正在开启副驾座椅通风。坦克。我来了。主驾座椅通风。好的，正在开启主驾座椅通风。它腰部都有的了。它是座椅，屁股下面。嗯。这个、腰没有的，对吧？腰没有通风。啊。屁股下面。其实腰也有点重要，但是它一档的好像没两档的通风啊，嗯，就一个。大部分一档两档。对对，一个就太凉了就关掉就行。啊，你说它那个通风的档位是吧？通风档位分三档。有三档的。有三档。哦，有三档。副驾没有按摩吧？副驾没有的。啊，副驾没有。副驾腰托都没有的。啊。那你体验一下那个座椅按摩吗？我在按摩呀，在按摩。啊，按摩可以。和左边都一样，很难到。对，整车是五年15万，五年15万。对，因为毕竟长城一直是做 SUV 起的，对这一块技术方面还是比较成熟。跟大小比三百再大一点，稍微大一点。跟总驾驶的话，看起来跟五百差不多。哦，看上去的气势上，对，跟五百差不多。也蛮大的，但我就感觉三百都够开了啊。内饰的话，内饰造型跟三百的差不多，外观跟五百差不多大小。车小一点，开起来方便，停也方便。低速转向的时候，300这个按哪一个是不透明啊？不透明的话，在里面设置一下车身透明度，关掉就可以了。哦，这样的是，不是说按一个按键直接能变成透明或者变成不透明？不是的。哦。你把它调成零。哦，这样的，那我看啊，我先稍微调一点出来。你既然有百分比的话，嗯。50%。哦，只有三个，只有50和那个100。50什么感觉？50就是半透明。我看看。哦，半透明。哦，够耶！哦，这个半透明，但是它这个影像小了一点，后面的距离还
还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包括准确的后面还有多少啊、哦、这个123厘米多少数据对好那也够然后购置税大概19100上牌是2000然后选装 AT 胎的话是2000嗯你说就是23款才有这个拖车杠拖车的这一套东西对对对准迁移的对就是往前的去年卖到的都没有的对吧差不多去年9月10月年底靠近年底的时候出来的啊那23款跟22款有除了这个有区别还有什么区别23款多了一个牵引机制然后包括它这个是空调升级的实体按钮、嗯、后备箱的那个照明灯是设置在底部、嗯、以前老款的是在侧面在侧面对就小改动基本上没太大改动对对对其他价格也没动价格是差不多的一样的嗯以前老款的话价格是基础上面大概相差2000块钱、嗯、就是现在指导价是215800以前是213800但是它多了一个空调的实体按钮嗯然后是加了2000坦克300定价在200000上下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灰色干那个对吧这个是灰色、嗯、然后橙色的嗯橙色的加上白色、嗯、白色、嗯、然后这个就是红色白和灰都还可以但是我比较偏向白色哦黑白嘛有轮胎黑的、嗯、怎么说呢各有合理的地方那个是拿东西靠右拿东西方便嗯对吧这个怎么解释啊这个开门方式驾驶员从左侧下来开门更方便反方向就是右边拿东西靠路边更方便左开和右开的问题一般你开都是用右手去开的很少用左手去拿、嗯、对对但是你搬东西这样 放心了、啊不方便这个嗯、这个往外提这个各有说法、这个、因为你一般开后备箱门都是习惯性右手、嗯、你真正去左手开的话但是车子一般靠右你东西往右边拿、嗯、对对对嗯没有特别没有罩子，这个罩子。但这个是啊，这个五百是它原配原原配喇叭有几个？喇叭总共九个。挂了。轮上各两个，然后后备箱一个功放。就是高配低配一个版一个标准。对。就是低配的话，不是底盘音箱，这个是哈曼英菲尼仕的音箱、嗯。等一下，我把茶杯放看啊。嗯。这个是长的，还有短的啊。也很长啊、哦，差不多、嗯。它很长，它一个盖子可以放。我放茶杯也盖子。门上放不进。正好。啊，门上也可以。稍微可以。驾驶员应该放标准。